那他拿钱能不得？你们搞一下。哎，想要钱嘛？你们搞一下。想要钱，我们来玩个游戏。嗯。玩啥游戏？真心话大冒险，敢不敢玩？不玩，你会打哦。哎呀，我不得打你不？你只要我实话实说，我保证不打你。真的？说话算数哦。嗯，说话算数。不是，打得一个给你100块，打得一个给你100块，你看这么多，你要都打得一个都给你，你看花多呗？1:1。你行，先给我。能打得赢我就给你一个，打得赢我给你一个。哎，先给后给不是一样的吗？能先给我？好了，我给你了。很爽。那你要老老实实回答啊，不能扯白啊。嗯。你要是个扯白的，我弄死你。好，请听第一题。你有没有把你前女朋友带到我们这屋里来过呀？来没得、哎、我们这儿菜场人都晓得我是个老实的娃子，你不信你去打电话问问他们，不晓得。好，行，干货，我相信你。哇，听听第二题，你有没有和你前女朋友？嘿，来没结婚，这可能的，反正这多的回我都想我多了一回屋。现在屋多了多好久哎？多了3个月。还多3个月？下啥屋啊？上天天这下啥屋啊？这屋那下屋他又把风又打了一句，他要下来啥屋时间屋你叫我打了没？我俩根本不相信你嘞，你屋里屋能下3个月？能下3个月啊？那屋他要下的不听，他要下3个月能怪我？你也不是想好东西，我跟你说哈啊，下屋能下3个月还多3个月啊，吓死你，我跟你说这笔账我都给你记到了。来，给我拉好，第3题。不玩了，不玩别的吗？来，我听了，你送你女朋友最贵的礼物是啥嘞？送最贵重的礼物？不是，那时候屋里多么穷，也没得啥得送的，好像没送啥贵重的礼物。哦，我想想，我送给他一个小娃子。哇、wow. 嗯，是的，送了一个小娃子。你从哪弄的小娃子出来的吗？我在找呢。没有。我说错了。你们等到饭后，我等一下再找你算账。我跟你说哈，我这一笔我给你记得了。来，给我拉倒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拉倒。来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给我拉好了。你喜不喜欢你前门长黑丝？老老实实，你别在这里胡说，不然拆呗。你是想听实话，听假话呀？真心话大冒险，你说是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好看。他黑长，他穿黑丝袜，这配上那个高跟鞋不？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好看！啊，要不然我穿的，你可不好看呐、啊。不是，老谭，你不是叫我说实话吗？你不适合穿黑丝袜，你腿短。你还我的腿短？我的腿短有你比肩短？我是小矮人啊。你叫我实话吗？钱都拿来！哎，不是，你还是还弄个娃子出来？你还穿鞋子？你还喜欢鞋子？钱都拿来！我的。